嗨，各位同学好，我是中头老师德伟老师。今天一样啊，还是进入到我们自然拼读以及国际音标的一个应用教学啊。在上堂课，老师教了 e a e e， 后面配上了一些我们讲的尾音啊 ，code up 有 d t h f 以及 g u e 啊的一个教学的啊发音的形式。好，那给大家做一个复习哈、啊，在 e n d 如果加上 t h 这个尾音的时候，我们会念 f。S， 那我教过生词有 breath， 那在 D 这个地方呢，记得我们如果配上 F 这个尾音的话，那我们有 EAF， 我们念 F，deaf， 还是一样哦。如果是 LEAF， 记得这时候又变回 leaf。好，所以我们可以记得哦，老师讲哦 ，ea 不一定是念 e， 有时候会念 a。好，那当然，我们这时候有老师上堂课教过这些啊特别发音形式哦。那 e n g u e， 老师上堂课也教过 g u g u e 结尾的时候，我们就念 g， 所以 e n g u e 我们就 leak。好，那记得老师教过 g u g u e 结尾的时候。U 或 UE 都不发音。好，那些同学们要是忘掉了，请看上一堂课的、哦、教学的一个练习啊、哦。好，那在 EAGUE 完了之后啊、哦，利用老师写的书啊、哦，在这个地方啊、哦，我们可以打 EAGUE 这个尾音啊、哦，这个韵音啊、哦，这个 rhyme 啊、哦。EAGUE 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下一组，我们找到是 EAK，EAK。好，所以同学们看啊 ，eek 啊，那甚至有 beak、bleak、creak、freak、leak、peak、sneak、speak、squeak、streak、week 啊，还是一样、哦，利用我们 AIOU 的一个学习的一个顺序啊，老师教大家啊 AIOU 的一个学习的一个顺序啊，啊，我们利用老师教的这个书啊来做啊写的这个书来去找啊啊加强你的生词记忆的顺序啊的空间呢 啊加快啊你对这个发音的一个循环啊，所以在还是一样，在一般在讲 EA 这个元元音的时候啊，那我们如果尾音 code up， 我们的尾音配上 K， 那我们来做个发音练习啊 ，EAK 我们就念什么 eek。那当然，刚刚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一组韵音中有一个音很特别，它是 e a k， 但是它念 ache， 所以这个地方老师再把这个 long vowel 在刚刚拿掉的啊，这个我们这个特别的这个 long vowel， 我们再记得啊，把一个variant 拿进来啊，把 variant 这个我们讲特例啊，或者我们讲破音形式啊 ，variant 也拿进来。所以注意到，一般来说是 EAK 的时候是前面的 E 发出长元音，但是刚刚讲的 break， 它反而是 A 发出长元音啊。所以我们先教 E 发出长元音的。来，我们来看第一个，我的啊的首音啊 ，onset 我们找出 B 啊 ，onset 我们找出 B 我们就念什么？自然拼读念 b，beak。Beak， 好，这些自然拼读跟国际音标在教学中啊，发音是有一点，念的方式有一点，稍微有点不同啊，哦，哦，那自然拼读 b，beak，bl， bl，bleak，bleak，cr， 好，注意啊。当你用到了 approximate 哦，近音的时候啊，在自然拼读中近音的时候 ，rwyl 的时候啊，像 bl，cr 我们就念什么 ，cr，creak，creak，creak，fr 我们念什么 ，fr，freak，freak，freak， 好，那再来 l。L 注意哦 ，l，leak，leak，leak。好，那我们来看啊、哦，下一个 P，
就要啪啪啪，peak peak peak。好，那再来我们看哦，sn sn，我们就念什么？主要 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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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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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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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ak speak sque 这啊、哦、squ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哦，记得我们上讲吗？gu gue qu qe 啊、哦，那我们的 gue。gu 啊，qe qe，我们就直接念 gue gu，我们念 g，qe qe 啊，我们念 qu 啊，我们的注意啊，自然拼读 squ 是念 s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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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eak squeak squeak，再来 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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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eak streak streak。以及我们的 W，我们念什么？w w w，weak，weak，weak，啊，哦，当然 W-E-A-K 跟 W-E-E-K 啊，we 都是念 weak，weak，weak，以及最后我们找的 B-R，B-R 这个 onset 用 B-R 的时候，这时候就比较特别了，唯一一个字，我们是 variant 啊，破音形式啊。的念法，break break break 啊、哦，那这个老师先把它拿起来啊，break break break 不要念成 break 啊，是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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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了解发音啊，就在 ea 的时候，有时候在 eak 这个地方，在长元的时候有不同的念法啊，再来一遍，我们直接 来做个练习。B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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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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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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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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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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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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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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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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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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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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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p, p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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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 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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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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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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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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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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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ueak, squeak, squeak. 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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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 Streak, streak, streak.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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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ak, weak, weak. 以及我们的 BR, variant. Br, br, br. Break, break, break. 最后一遍我们直接念了哦。Beak, beak, beak, bl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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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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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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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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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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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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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ak, speak. Speak, squ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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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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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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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我们的 variant, break, break, break. 好，同学们，以上就是今天教学啊。好，同学们，如果喜欢 David 老师、钟老师在这边提供给你的自然拼读规则以及国际音标的一个应用教学，如果喜欢的话，也欢迎你。在老师的影片后方帮老师按个赞，做个分享。同样的，同学们如果想要学一些进阶的一些美语发音或者一些语法的话，也欢迎在老师的影片后面留个言，老师看到你的问题会尽快与你回复你的问题。以上就今天教学啊，也谢谢大家收看。